就是前两天浸泡的那个桃子，现在可以吃了。嗯，口水都流了。现在正好了，就是黄色的。现在闻到又酸又辣。看里面就是这样子的。我就不多说了，现在我已经忍不住了。就这样，姐姐可以吃了。嗯，好脆，又辣又酸。这个酸给它自己放这个凉开水下去，发酵了再变酸的，就不用放醋。嗯，太好吃了。想吃吗？想吃的就过来吃。我把这一罐吃完了，我还要继续到那边去摘回来腌制。想吃的时候再拿。快点等小六回来，叫他带一点去学校。反正那里还有好几颗了。